好，接着我们要带你来关心到，这新冠肺炎的疫情已经趋缓了。那么疾管署从今天开始解除进出医院强制佩戴口罩的规定，并且颁布通知，建议民众出现疑似相关的病症或者有关的接触史等等六种情况，到医院进行的时候还是得要佩戴口罩，包括疑似或已经感染肺炎、新冠肺炎等等呼吸道疾病，过去一周内曾经与呼吸道感染患者有密切接触等等的情况，还是得要佩戴口罩。Hello， 我是林淳佩，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